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我们前两天出了一个视频，是买光超市里所有种类的矿泉水。后面就有粉丝小伙伴想让少奇买光超市里所有种类的袋装泡面。今天我准备拿1000块钱，看看能不能买光大超市里面所有的种类泡面全部买齐。我的小金库，大家千万不要告诉瑜伽。十，盖盖好。千万不要给雨佳讲，老婆，走，我们去清空超市里所有种类的泡面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泡面区了，我们来看看所有的袋装单品总共有多少。大家可以先猜猜我带了1000块钱现金够不够啊？小包的香爆脆，黑色、红色、蓝色小浣熊，黄色香脆面，绿色小当家，紫色酸菜，头菇鸡汤面，菌菇鸡汤面，香辣牛肉面，猪骨汤面，酸菜面，海鲜汤面，鲜虾鱼板面，香辣牛肉味粉丝，老鸭汤粉丝，红烧牛肉粉丝，重庆小面，葱香排骨面，猪骨白汤面，香菇鸡汁粉丝，贝司令酸辣粉，猪骨面，红烧牛肉面，另一个牌子的粉丝，掌心脆，另一个颜色的，另一个颜色，老坛酸菜，其他牌子的香辣牛肉面，圆的小脆面，已经办购物车了。后面的这都是大包装了，但是种类和前面是一样的，全部买完了，还没有装满这个购物车，我估计1000块钱是肯定花不完的。这没太多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不太多，大家想看桶装的话，我们再做一期桶装的，看看总共花了多少钱啊？你还想要过？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。看到那么多泡面，我的头疼。这估计是半年的量了。这何止半年，这一年的量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们啊！要理性消费啊！对，理性消费，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个实验。这些泡面的话，会慢慢吃，家里人、其他人再分一些。哎，我记得哪边有卖那个 M&M 豆豆。上海吧，对，那个往下一拉，那个1000块钱买不了多少的。如果哪边有，我们就能把这一袋搞满。哇！多少钱美女？100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很多，还不到200块钱，1000块钱白瞎了。今日消费104.8元，接下来我一个月都开始吃泡面了啊！加油！奥利给！我这边总共46包，花了104.8元，其中有一包是重复的，相当于我们这个超市有45种泡面，泡面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啊。买的是袋装的，这里面没有特别贵的，最贵的就是3块，这种大包装的3块，最便宜的是这种小包的小当家，1块钱一包，小时候吃的时候是5毛，搞一个尝尝。这种干脆面直接吃的。还是原来的味道，nice。 这次1000块钱买光各种类泡面算是完成了，因为它压根没到1000块钱，如果超过1000块钱就算挑战失败了。大家如果还想看1000块钱挑战什么东西的，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中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